竟然没有画屁股。关静音。望月安安，雪莉安安。哎，现在等，等他开好吧。买不了，买不了，买不了。哎，杨洋安。花音安安。欸，为什么奎异调查变成这样子的啊？昨天打，今天更新了什么东西？用奎异调查可以这样子，是因为等级吗？140多等，所以奎异调查都有算那个这样子吗？主播造型真丑，安主播。哪会？这造型很棒哎！造型很好看哎！我现在是因为没有钱买，我 Steam 里面钱，不知道为什么哎，前几天买游戏还可以，可是今天想要买 DLC 就，他说我卡片刷不了了，也难过哎，平平安安。不一样啊，是啊，欸，很扯欸。被圈存，什么圈存？圈存这种，没有，我是用 PayPal。猫咪，我是不带猫咪，所以你们要看猫咪吗？给你看一下好了。一下，因为他不带哦。话说，这狗的尾巴不会咬欸，卡在那边欸，哦，咬了。你说谁的狗？你说我的狗？你的狗啊，刚尾巴不会动欸。你这是狗还狐狸？是狐狸吧？这。等一下啊，给他改一下颜色。被圈存。哇！哎，没有没有，没吓到没吓到。妈妈。妈妈，安安。好可爱。有钱了不起哦。明天我们也会有的，等我们。你先练到160了。你先练到160啦，可不，你还讲？不是他前几天就po了奎异，对吧？对啊，奎异天慧龙160。我对我还特意标注你说160就可以打了。然后我之前就想说，我打那么多场，一定160了吧？哇，你现在都不确认了哦，好扯哦。以前还会确认的哎。那好歹我也是跟你们打了好几场的啊，啊所以嘞，才14，啊所以嘞，
好可爱啊！好了，换回狗狗。嗯。好了，那我们哎，要先讲话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啊 ，NPC 在这。边走喽，去吧，烈火。夸张！哎呦，得喝咪咪。但好久没打了，我觉得我一定会猫。但你还不上来复健呢、喔？有，我复健过一场啊。啊，你怎么确定等级？就是我被那只葵化的刺眼蜘蛛给猫了三次了。刺眼蜘蛛是谁？刺眼蜘蛛是？不是，那个什么蜘蛛？那什么蜘蛛？我刺飞啦，白痴、喔！刺飞蜘蛛。你不要三猫之后我就没玩了。你很多，你又在乱帮人家取名字了、欸，茶杯怪。他就查杯怪，没错啊。会员，啊，我来接任务了。你接啊，我今天蛮不开的。又可以不用看到我的画面，看姐姐的。为什么？看你的台比较好看啊。你台比较香啊。啊，姐姐说这只是会飞的棉狗笼。有翅膀的棉狗笼，你不觉得它的小图很像棉狗笼？有没有吃饭啊？嗯，胖丁有没有吃饭啊？胖丁吃了吃了吃了，你看很像棉狗笼啊！会飞的棉狗。好，安妮，走了，开始喽。好，走了。哎呦，今天考你们两个东西。嗯，中文字哪个字最难写？要写最久。嗯，中文字肯定不是真的难写的。嗯，哦，动画。哪个字啊？哎、欸，棉狗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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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放弃了吗？啊，番茄嘞？哪个字最难写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嗯，答案是朋友的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写两个月。哦。你扑？你竟然扑？形象呢？不是，这这这，写两个月啊，不然嘞。我问写两个月错了吗？哇，它好美哦！天哪，把它打成，把它绑成钢龙，把毛拔光变钢龙。好冷，那请问你说嘛？不写两个月啊？打消果实为什么要有打消果实？因为它会那个啊，会冰你啊啊你！你如果你是靠翔虫吃饭的话，你一定要吃打消果实。你冻结之后，翔虫回的速度会变极慢，很慢，哦，贼慢，慢到跟番茄一样140。什么？什么？好了，不成，我承认我这次比较慢，可以了吗？你这应该不是也不是慢啊，是迟缓了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现在才144？我到底在干嘛？哎。你还讲？我以为哎，啊，罗巴手好玩哦！哎，你去生你的蛋啊！可恶，宝可梦生蛋，去罗巴也在生蛋。哎、欸，往好处想，它的蛋是马上生出来，又不像那个又700多颗的人蛙都还没生出来。嗯，我这里快，我要帮哎你孵那个人蛙，我孵了快700颗了。嗯。讲的话好像没有他敷一样，我敷不到。我说你有帮忙敷啊，你敷多少？嗯。哇，你好美。不是说你好蓝。嗯。感谢免费猫的订阅啊，会员。哎、欸，对了，我们有赌注哦，谁死的话要惩罚的哦。
你不会早点跟我讲？我没有讲啊，我没有讲啊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吃另外药，等一下。我去家里也在练。这只应该不痛吧？是不会啦。回忆克服的天会比较可怕。喂哟！把它当作那个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打不了？白痴，谁在打我？看来一定是我呢。我打在身上，声音太好听了吧？他是麻了吗？这么快？没有啊，麻你干嘛打我、欸？小姐，他打我哎、欸，麻什么？他那个哦，那是你的特效哦。你不要说谎，我们队友吗？不是要骗的是番茄吗？不要，我们是队友。狗，有一只黑狗来了，黑狗。快点，猴子。猴子来了，我是来抄猴子的，现实的。这只应该可以断尾吧？可以。哇，可以。哇，它的翅膀好好看哦！天哪，尾巴嘞？啊，这跟钢龙的尾巴一样小，我的天哪，怎么打？它还穿模到下面了耶！可以出来了，好好听，交出来哦，尾巴，追不到了，不到，可恶！哇！对，打阿茄，对，打他。再见。边兆龙的重可。哦、oh! 嗯。好，我讲一个。刚刚我们讲说要干嘛来的？来，我说好。那我要变一个魔术，我昨天本来想要变给安妮看的。要安妮喜欢魔术吗？还好。那不要了，那不行。啊、哦，不行，重新来，重新问。嗯。那安妮，你喜欢我吗？你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欸，哎，怎么在这边遇到他、啊？他换区了。好，就这样哦、喔。好了，我今天要表演一个叫做重复术的东西，安妮。重复术？对，你重复了我的话。啊！等一下，好痛！哇，好，我重复你的话，然后嘞？啊，结束了。我刚说表演重复术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就讲重复术。对你重复的话，所以你重复了。我说这个一定要开台通话讲才能变得魔术嘛？对不对？我昨天有说，我怎样？好烂。我很烂，对啊。干，你再射我试试看。那个尾巴在哪里啊？哇，我的天哪！等下，我记得我那一兵好像是负的哎、欸。哇，差的吗？不是我想要砍他的尾巴，可是有点难哎。番茄是直接打普通？为什么打得到你啊？我打贯通啊，怎么可能打普通？不是，我说你是打普通属性的贯通吗？我这把是什么来的？哦，对，银爵的。绝影乃银爵。你是很烂，对，拿尔宙斯啊。我还是觉得昨天我会把，好痛！你是不是喜欢我？还有什么？我记得我还有一个东西要跟你，还有很多事要跟你讲的，可恶！还有一个可能要等关台，不是关台啊，就是打完龙之后，你再开游戏，然后再把时间留给我一下。另外一个魔术，可是你对魔术真的没兴趣的话，那我觉得还是算了。对，是什么方面的魔术？不是有些人是会那个会猜那个吗？数字，嗯，有没有那一种东西？
嗯，啊之类的模式。啊，这是你的牌吗？这是你刚刚抽到的牌吗？嗯、对对对对，这类的。听众是怕火，可是我又导入成宝可梦了。精气怕火。哎、欸，番茄，你伤害超低的啦！哎、欸，贯通阵不好打他哎、欸。不是你，青奴手。青奴。不是。加油啊，青奴手！他这种头是弱点，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然后你们喜欢，那你们喜欢打他的头，然后我最后是用的说，番茄不要再射我了。哎、欸，怪我咯。妈了妈了妈了！不是他头现在那么高，打不到啊，大哥。我家修换太糟了啦。你真的好、哦。好、哦。拿青奴的话怎么办？是小狗。哇哇！啊，这什么东西？就说你喜欢母狗吧。哎、欸，不是，白金，你那只冰咒。啊，你打错了是不是？我想说，怎么在我面前有一只啊？他真的变好不强哦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啦，有点痛哎、欸，什么情况啊？欸、他们说又可以强化道具了的说，哎、欸，又可以升上去是？那肯定是我没有升。哦，那我说知道我为什么刚不会死？嗯，不我升啊。嗯，刺耳声，你在说啥？他最近都怪怪的。我说强化道具、强化装备，强化我刚刚有升，强化刺耳声。他刺的是，我为什么没有磨到刀啊？奇怪。嗯，因为这场没有鹅肉、啊。这人呢？哎、欸，哎、欸。怎么飞那么远？那现在被霸凌了、啊。我前不是我前面好像砍他头，下一秒他不见了、欸。啊？真的啦？他已经换地区有段时间了、欸。换你个头啦！我在这边点他啦。你一四四 P 就算了，你连的网速都是二 G 是不是？而且你这个一四四 P 大概要被讲一年。我也觉得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招式？换衣服啊！为什么画面蓝蓝的？他换衣服了，他换衣服了。哇！可以射他的身体了。这是大招哎、欸！呜！哇哦！干嘛啊？我想看，我想看！啊，就这招啦！哎呀！哇！你好美啊！天哪！怎么这么漂亮啊！天哪！下来啦！我吃醋了。对啊，你们斩斧不能飞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飞？我可以飞啊！我要飞给你看吗？我要飞喽！我飞就没伤害了哦。你想一下，你现在伤害最高的可是我哎，会飞了不起哦，有钱了不起、哦，他伤害不是你。他的头又在墙里了。你知道他那个 DPS UI 是有问题的，我这边看我们两个差不多，就只有一个144P的在那边。哇，他伤害也是延迟啊。啊，弱点就只有头，你怎么怕？啊，现在他头抬起来，我打不到，你去打、啊，会不会怎样？在打、啊。我刚才死过一次、欸，哎，他好像可以抓，是不是？抓你个头骨龙啦！啊，骨龙、啊。人家四只脚，拜托。四只脚有翅膀哎、欸，姐。假。要死了啦！啊，边缘封面怪。你好扯哦。他是边缘封面怪哦。不然嘞，我完全不，我就不知道，喷死你！
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有人看到那个冰咒跟绝影的，我有看到图，那个地盘争夺两代 DLC 封面怪，我说还有钢龙，可恶！哎、欸，到底要死了，打完了没？番茄1000交给你了，300快点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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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快飞飞起来，番茄你会飞。我不会，快点 ，biu biu biu 他，我来我来，哎呀，啊、这真是、欸、太棒了啊！果然是交给你最好了，真的是。啊，我也被打了吼，贾斯安安，这意外有没有承受伤害啊？好烦哦，没承受伤害。这条龙好难不难打？这条龙好像不难，是不难啊、欸、可以挖四次。对，真的是古龙可以挖四次。你再讲一次。我们并没有打过他哦。有哦。因为我真的完全忘记了。我还跟你打哎、欸，我那时候先帮你打完，打完之后陪你打哎、欸。我打两次冰咒龙哎、欸。我想起来了。想你个头啊！哎啊你知道光吗 ？Light。嗯嗯。那光是什么？光是什么？嗯。光。光是什么？对。嗯，不知道。光是想你就很幸福。你到底？你很久没撩你了，哎、欸，奇怪、欸，你。好好好。哇，两个淋浴，哇，两个淋浴耶！哈？哈？是天灵级别的吗？对啊，有任久的啊，这肯定是刚刚献祭的功劳。哎，想光是想你不够是不是？是，到底干嘛？嗯，寒气炼成。所以还是有寒气炼成吗？嗯，那总监我看 DC 群他们说没有寒气炼成，骗鬼。那寒气炼成是把，就是那个啊，他就是收刀之后会蓄力，蓄满之后会有那个伤害比较高。淋雨。哇，打一场深一等的哇，不用玩了。哎、欸，升装备，升装备，强化装备啊、哦。对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拿斩斧吗？嗯，因为你拿充能斧，我拿斩斧啊，对不对？我拿情侣斧头、欸，哎，不能一样啊，一样就不好玩了，对不对？就可以，你上面我下面，对，我们砍树砍快。请问那个天鹤龙，你是怎么改成诡异客服？哎、欸，奎伊克服的天慧龙跟你那个蜜红鹤耀天慧龙是不同的哦、喔。对啊，没有蜜红鹤耀的四个字。对，它是多个挂号而已。收刀状态下寒气累积，强化攻击。哇，可以强化到21了。哎，天啊！凯玉，我王凯玉要没了。哇，这是只要五个哦！我上次一回来升一次要24个，你知道我那时候多难过？还好我有去赚钱。讲话讲话，来，菲利。哇，什么都不能做、哦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扩充都不能做啊。那个奎克那个奎翼的那个格数又增加了。哦，对啊，位不够啊。哇，凯玉又要没了，要私下农了，又要找兔窝的。好啦，找你啦，不要咳了，我听得出来，你在暗示我。
欸，所以刚刚有没有撩到啦？有被吓到啊？这样子的吗？这样子的吗？好吧，看来威力不错。你说观众撩你撩得比较开心，对不对？嗯嗯，没错啊，你说的呢。炫虎龙跟冰咒也有哦。喂，真惨！哇，冰咒笛子也太好看了吧！冰咒叫什么？雪崩哦。嗯，哇，雪崩够哎、欸！我听说裤子很强，哇哦，冰咒裤子动太漂亮了吧！寒气炼成集中哦，两个三级洞哎、欸！我要，可是它是集中哦，集中是给那个给大剑斧头，不锤。哎、欸，我的偏手剑要回归了。嗯，哦，玩到现在我才知道这边可以做哎、欸，打散弹的、哦。哎、欸，安妮。哎、欸，你看，我发现一个奇妙的地方，我玩到现在才发现的。嗯，这可以做哎、欸。对啊对啊，这边可以做啊。来坐我腿上，番茄滚。你都占据一个人的位置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人一条。我腿会断。谁的腿会断呢？嗯。接144，接。腿会断呢。哎、欸，你接有那个长街者额外奖励10%，10%，快点。嗯，你不要看那10%哦，你接10场，你就有100%了。哎、欸，我还没回任务哎、欸，哈哈哈！你的实力果然不同凡响。对啊，我死过一次。你笑我？你好。你笑我？没有证据。我有精华，会玩这款游戏了。可恶。我会玩这款游戏了。哎、欸，对了，忘记回任务了。没差啦，你回了也不会加经验。好难过。啊，目前观测据点进度提升至160。尤其有冰咒龙，我们刚才打冰咒龙啊。更新了，有更新冰咒龙跟天慧龙回忆课模组啦，模组是钢龙啦。啊，对啊，你看这个也是模组装的，他这只狗也是模组装的，可是模组需要钱，现在没有钱。不知险些，晚上好，感谢20个月。我变哎、欸，小金哎、欸，哎赞呢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把安妮的水拿走，我换补装好了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死掉是我的锅哎、欸。你想，你以为情勒有用吗？有。现在你的打喷嚏，我都觉得你在骂我。冰手装缩胸严重，你说他胸部变小了？那、啊、你很喜欢哎、欸。啊，这不能讲对不对？难怪你喜欢男孩子。什么白痴？吵死了！天哪！哎、欸，我嫌我吵了，以前都不会。这条鱼，说我，你在干嘛、啊？那、啊、我在哪里啊？哦，我在捡鸟啊。感谢花音10个月。真的？嗯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我最觉得撩最棒的，你竟然说还好哎、欸，还是其实你很开心，没有说出来而已。不好意思说。对你是不是傲娇？对，好像可能是、欸。嗯。然后像你连理都不想理你了。他在偷笑啊！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开他的台，他一定是眼睛闭起来，嘴巴在有一个弧度的笑。吵死。
请问那个红色的，你看那只狗看那么久，不是狗啊？你看那只猴子看那么久？没有，我是刚才上来的、啊。哦，你要去抽它、哦？完蛋，我的樱花兜哥哎，不是我樱花，谁丢东西给他那个？有什么？出了队。不行了，我听到安妮需要我了，我要去装那个模组了啦，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冰咒龙。不好意思，安妮我来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喝水，安妮再认一下，你再撑个十分钟。哎呀，他怎么？哦、等一下，安妮快好了，快了，快喝红色的药水了啊！我强化了，我强化你了，送吧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空了。哇、哦，吓死人了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欸。嗯？怎么了？我忘了切书。我站错了。尾巴，太难呢。是不会啦。重点是，不像世界上车是可以挑尾巴的位置。嗯，可以自己想要挑尾巴的。面蓝蓝的，哎呦，哎呦，棒！哇！哇！我看技能看大号，忘记打他，太好看了吧？然后我的头收起来了，捡东西。来 ，Billy。那，咦，在哪里？尾巴不好断，真的，那完了。没听，他倒了，没事。完蛋，开刀怎么玩？被青奴宠坏了吗？对啊，我被青奴宠坏了。他才是我儿子啊！想当初那个死都不换的太刀侠，嗯，他吃了恶性胶囊改的恶性。好，感谢支持。铁三靠吗？那张？哪一个？不是，他是转移了一下吗？哦，有，对。哇！什么东西？怎么动？我走。完了。
什么？你都刺我？你拿青弩吗？欸、你夸张喽！他有吧？他在打你吗？你有阳弓吗？好像有。看到好像有，我再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冰哇！啊，这个冰踩到一下这么痛的吗？白痴！那可是钻石呢，那是玻璃，不是冰。玻璃咒龙还有呀？玻璃咒龙！哇，钢琴！哎呀，钢琴啊！谁的心啊？啊对，我跟他你说我要改叫钢心，他要改名叫钢心，白痴。他那天跟我说，哎、啊，你我要改名了，我不叫繁星了。我说哈，那你要叫什么？他说我要叫钢心。我说只有钢心会保护你，你才会觉得安心啊，才会觉得有安全感。他讲完这个话都骂我白痴，天哪、啊，蛮正常的、啊，现在。他现在可以骂你很多次白痴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打了一次视频，我敬你一年哦，至少他说好了，一直打鬼一天会，你在那边试试你，你真的是很扯。撞我啊，舒服啊！啊，你平时都没这样对我说舒服哎、欸。我都没让你舒服过，你这样子怎么撞你？撞你很舒服。那些乌贼。哦，好扯哦。哎、欸，他在哪里？都能让你舒服，我却不行。大效果死。啊，他在洞里哦。没有，上面。上面。来。哎、欸，这只不对哦，这只怪怪的。哇！请问这局有惩罚吗？啊？一次四 P， 你要什么惩罚？一次四 P。一次四 P。你要什么惩罚？一次四 P， 你说。讲啊，番茄，不要害怕，讲出来。讲出来啊！不要，伤害21%，一次四 P， 你要说什么？哎、欸，真的是。真的是什么叫你上来复健？你跟我说你有，结果你复健是复健什么青弩？啊，你现在回去换青弩吗？我想说，我青弩打得赢刺飞蜘蛛嘛，谁知道他一下就把我猫了。是刺炎蜘蛛吗？刺炎吗？是。还要不要解释一下阿尔宙斯的部分？对啊，你要打一下阿尔宙斯。阿尔宙斯还学葡萄跟那个橘子学院哦。要死。别人说啊，你是格兰芬多还是啊？你说我是葡萄学院。哎呦！你在干嘛？哎呦，我走。我想一下哦，我那个嘞，哎呦，找到了！哎、欸，三圈的，它那个圈圈很小哎、欸，很小啊，不像世界啊。他也太爱换了吧！天哪，患得患失啊，怎么办？自从我选哪个学院？我选了 Hufflepuff。哎、欸，第四个学院我永远记不出他的名字哎。雷文克劳。对啊，永远记不起来。我是选阿斯卡班，走开啦！你直接被关进阿斯卡班，是不是？
在哪一个学院？阿兹卡班？那你怎么出来的？葡萄学院的啦，不要吵。嘿，断了！是阿尼的努力，对吧、啊？好棒！我已经很努力在打他一巴了耶，我还没。我是不是聚到莲友龙了？我们吃货 ，Hufflepuff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轰隆轰隆轰隆？五个翔虫，快死了、欸！卡拉萨，来了！对，他只剩一万。哎呀！轰隆，你可以的。我走，轰隆，你不行了吗？八千，好了，让我下来。那你在想我了？哦，看这是想我谁？哈哈哈哈你挖到东西是不是？没有啊。你有没有在打、啊？是不打要跟我讲哎、欸，没有，刚刚你在骑欧龙的时候，我一直打不到，我想说，哎，算了，我去挖一下尾巴。然后嘞，然后就挖到了灵，挖到灵异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打一打说，哦，这女人肯定怪怪的。被这样打的飞来飞去才半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灵月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装备好像比较硬一点。那想知道装备的防御力。嗯，装备的防御力，你看一下啊。忘记哪边看了耶。加号，按加号状态啊。914啊。914，我879哎、欸，你为什么、啊？那不更低？我角色变哑巴了哎、欸，我不会讲话哎、欸。我有一颗。感谢月雪的三个月，谢谢。赞你。我家刚刚采的总共三颗，了不起哦。哎呀，不然 DP 也是那么低。就说做最少是拿最好的东西有什么？那我不做了，我先两猫出去了，好吧？两猫是我的。啊，还要这么多东西吗？打！还是你想要去学校了？嗯，没有，我们还有奎义那个啥。没事，奎义的话，你们就先去打。不是啊，他现在要先做出一幅啊，你先让你做出一幅吧。他怕火，哎，我们打一下贯通。嗯，我刚刚不是说他怕火？对。你啊，不给点呢、欸？你说那只绿色猫头鹰？对啊。对啊。怎么了？不许学我。对啊。先做裤子，哎，做完裤子就没材料了、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一个水翼化的这个跟那个玩具的其实很搭、欸，哎，跟毛茸茸的。哦，水翼哦，水翼的这个画，他画的这个外观，跟我背后的东西吗？对。那你们想过我跟你也很搭？好，没有。哪里搭？嗯。啊、哦，没有王凯玉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中凯玉也没有了，完蛋了。
更长哎、欸，生一个哦，不够。刚连完蛋了。啊、哦！还敢不接支线任务啊？啊？你没接啊、哦？我平时都不接。哇！啊！当初想说财富自由就没接他了。对。哎、欸，有没有打凯玉的任务啊？啊！世界是有啦。这个不知道出不出。好像不行，好像就只能接自由支线那、啊、吧。啊。啊！这狗狗领错区了。这个狗狗其实它是，不是这个狗狗，这个冰咒狗狗，它说是抢先领的任务，所以活动，所以它应该意思是说之后会有正常可以领取的方式。对，所以不用急，我们现在只是抢先体验。可爱哦，它穿过了我。该出双刀新装备了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们上个版本就没出，这个版本该更新一下。好，我就为了你，我拿两把斧头。两把斧头。啊，双斧，双斧战容。我怕我真的落枕落两天的啊。啊，落枕了。对啊，因为我现在不能侧躺。我有跟安妮解释过，我现在不能，我现在只能平躺，不能侧躺。这么惨？对，你看他笑成这样子，他真的是他幸灾乐祸。对啊，他多过分啊！你屁啊来，怎么我屁呀、啊？你讲，你讲，你讲，你那你在笑什么？没有啊，你讲给番茄听啊，你讲给番茄听。我跟那讲你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又吃错饭啊！白痴，白痴。每次都不记得吃，嗯，忘记吃饭了，不要再剪片了啦。哇哟，番茄不担心你，我还是会担心的啊。什么意思？我有会吗？你讲给番茄听，我讲给他听干嘛啦？他突然讲给你听，讲给我听，他就没有用啊。我想要看番茄的反应。干嘛？哦，你说情敌的反应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对啊，好，就是我那天跟范安妮说，哎、欸，我发现昨天看完你的影片之后，我就只能平的那躺着睡而已，不能侧着睡。然后他就担心我怎么了，是不是落枕？我说没有，因为我如果躺着睡的话，就是会我讲什么？左思右想、哦、对，左思右想都是你。所以只能正着睡，只能那个平躺着睡，不然我现在左思右想都是你。真不愧是你啊，真不愧是你。我有跟他讲啊，可是我现在我也只能早晚看你的直播啊。冰耶，他冰都会跑到楼上来哦。哇，什么东西？哇，有听到吗？我说我现在只能早晚看你的影片了。这个已经很老了，只能早晚看。对啊，只能中午看，不行，只能中午看，因为早晚看会爱上你。因为早晚会爱上我。哎，到时候如果有机会去安妮家，我要去闻她的浴巾。浴巾会有点渺茫。嗯，不是，然后我又送他一朵郁金香，我说我送你的郁金香都没有你的郁金香。救命哦！这个人在骚扰女主播，这个人在骚扰女主播啊！抓他！有闹钟响，这个时间，对啊，八点要开台的闹钟啊。哦。不了，不行哦，郁金香。哎，奎一打习惯没有吸血，真的好痛苦。你都没有解血异常啊、哦？对啊，我刚两次死都是
想要拼吸血。开一发，开一发。还想吸呀、啊？想吸呀、啊。哇！啊、哦、哟啊！我不应该，我不应该想手动，对不起，我不想手动不会死的。双重再踩一次那个冰哎、欸，哎呀，啊啊啊啊，好恶！我等阿米来吗？哎、欸，也是可以啊，等我进，等我这个威合放完，他要飞走，没有哎、欸，下来。哇、啊，磐石山也太爽了吧！那么多龙猴都可以挡。哎、欸，据说有磐石新的四级的还是什么的主持？四级是几个？就是了，磐石四了吗？不知道，就是应该他直接出到四，那也太多了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据说啦。嗯，我相信啊。捡到淋雨一趴啦！好爽哦、喔！哇，怎么可以这么爽？哎、欸、靠，你超屁呀、啊！没有，我刚好电气过去了，我撞了、啊。你撞了、啊，你撞了、啊，你撞了、啊。我差点忘记按。你笑得好开心哦、喔！从、啊、地上捡到了一趴、欸，天哪！好，你可以离开游戏。你可以离开这场战局。可以出在宝可梦珠子的话，你的冷蛙就出来了。你说冷，地上捡到冷蛙。你闭嘴啦！可恶！一四四 P， 你怎么敢嘴他？一四四 P， 可恶！哇，我也变了，以前我也不会嘴安妮的。你还讲？废话，他是你的情敌耶。可是番茄可以将头放在你的肩膀上，哎，我不行。为什么？他没有放我肩膀啊，他是直接把手靠在我的肩膀上。我就想说你干嘛？你妈没有？你那天在我家直接靠着我肩膀，你还说、嗯、怎么了吗？哪一天？上一次而已，上一次而已。你在那边靠着我说嗯怎么了吗？我想说你为什么用这个怪怪的口气跟我讲嗯怎么了吗？有吗？哪没有啊？哎、欸，完蛋！我真的是最近第一个月很乱的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要想我，我不值得你想。我走了。你在那边开云月干嘛？我不是啊，我没有开啊。哦，我是聚合啊，我想用威合，结果我弄不出来。哎，偏了！狗狗下来，狗狗。怎么还不断啊？如果这一场没再打一把。应该说这一场他不是小金，上一场是小金比较好打到。为什么越小越好打到啊？他体型比较小啊，懂吗？那不就尾巴更小啊？是尾巴更低啊，所以他的比较好集中，比较好一次打到，这样好合适。
啊，这个是不能踩啊，好痛哦，天哪！玻璃啊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所有人都兵役场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兵役场没了。巴菲利跌倒，哎呦，巴菲利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天哪，哎呦天哪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哇，好漂亮哦。嗯，跟你一样漂亮吗？老了老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再怎么油，跟你的油是不一样的。我对他是 I love you。我完全没有说很油啊。没有，我对他是 I love you。哦，跟你的油不一样。完蛋，拿习惯另外一只手把，这只手把不习惯。一直有一只小只的兵长跑来。你叫我放的哎、欸。我换掉，你跟我讲说要我放的，我说就不要到时候有人认错哦。没得妈了，没得妈了。可是这一场有人最赚、欸，一个领域哎、欸。对，我们已经捡到了。还有一瓶药。我要蓝斩了耶！可是他走了 ，nice。繁星，繁星，繁星，繁星。哎，是是是是是。怎么了？白痴吗？不是，我说白痴的原因不是你来切那个，我是你会喂。你什么？不是你那个喂的时候吓到我。那吃东西了，你不是吃东西吗？我刚刚有会一下吗？有啊，会有啊，有啦！哎呦，跟你讲，自己永远最懂自己这句话都是假的，好不好？喵！白痴，雅思闭嘴！雅思不要现在喵，一定是利恩换的。一八一八，太高了。白痴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干扰我，会死会灭。银狮子，好好快。最后五趴。来了来了。哦，我挡到了。话说，你好棒哦。好棒哦。你是CP。你是说挡到还是间切到？挡到也会啊。话说，哎，他零点一，一滴一滴，啊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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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啊，然后锁血的啦，我哭，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丢啊，哭，丢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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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丢啊哭，哭不行是不是？丢啊，你笨蛋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那个啊，不要回收讯息啊，拜托了，我会生气。不然很想提早放你去学校啦。嗯。怎样？看你意犹未尽的。我上学之前还要把那个片剪完啊，所以你不是九点要、啊、
你会 delay 啊、喔？可能会 delay 一下下吧，想把它发了再说。哦，快了吗？进度多少？嗯，10%。那看来要等明天喽。那请问你这个10%，应该说你总片长多少？4分4分钟。哦，那10%大概1小时。30秒。哪有可能啊？没有说他总共现在剪了30秒。对。哇，30秒，如果字幕那些用一用，也要1小时。嗯，差不多。坚挺嘛。我想说你是磨练完要直接去上学。我本来也是这样想。带着你的斩击斧去上学。我是充能斧了啦。我带着你的充能斧去上学。你不知道他刚讲话那个语调，就是那天他在我家讲话的。什么？嗯？什么语调？就刚刚他讲话那个语调、啊。嗯？什么语调？好，没事，自己听记录。自己听记录的、啊。可以做了吗？可以做了吗？可以做了吗？我要干嘛、啊？佛雷纳尼，佛雷纳尼。你要干嘛？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缺太多了吧？哇，他的裙子直接将集中三都给了。是啊。最强。彗星子。冻壳。要打好多场。不行啊，144P，今天打不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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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事情很大。还是我们现在去打魁翼天会了。好、啊，你们去打、啊。那你继续练死。你要练等 啊, 啊！你要练等啊！你不然你永远都144P吗？你哈什么？我现在我现在是144。我们永远叫你144了，我跟你讲，不叫番茄了吗？头妈头什么的太难写，144比较快。感谢温阳9个月。哦，你们去打吧。好。哎，还出了，这是我没打的高难度。这里啊啊！哦，古文呢？听说他很难。可是他名字有日曜那个有鹤哎、欸。啊有哦，所以他是、啊，所以他是预告片的天没有哦，真的耶。嗯、完蛋了！怎么了？我觉得会输。有我在，你怕啥？我拿起我的小扇扇。你要拿片手吗？你不要吗？还是我换？这会不会打？打什么？打得慢会不会死的机会更多？至少你躺在地上可以叫妈妈的时候可以帮你喝一口奶啊！试试看啊！啊，我有点紧张。不用怕，来了，会打后十几次后就换他在地上了。把他当暴流去练等哦，番茄。不见了。番茄人呢？已经挂了。他直接把耳机都闭耶，这个人。啊！牛肉吃，你不尊重我哎。哦，你奶妈就对啊，对啊，对，不好意思。干嘛又叫我？怎么又打消果实？要叫你。因为他有龙异常强那个啊，
我好多游戏，我游戏不多哎，我游戏还多，哪里多？吃条鱼总可以了吧？我会帮你吃啊！宝宝宝，我吃掉了已经。我等一下再帮你吃啊！你去干嘛了？你去拿螃蟹啊？吃鸟了吗？拿螃蟹，拿螃蟹。螃蟹，拿螃蟹。蜘蛛一样啊，八只脚。啊，也是啊，对。我那天就在很认真在跟安妮讲关于节肢动物们跟脊索动物们一大堆。他说：“反正长得像虫的他都不行。啊”按错，不好意思。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怎么有仙人的遗物啊？你还没拿哦。PC 版的没拿。哦。啊哈！我觉得会死。我们要不要吃个鸟啊？吃啊！我吃完了、欸。我们就吃。好。好、哦。这么快？对啊。你不是只是去拿螃蟹？嗯，啊路就 SOP 差不多是这样子啊。你吃满了你的绿血。我绿血满了。啊？真的啦，骗你干嘛？哎、欸，我又按错，白痴。霍格华兹滚习惯了是不是？霍格华兹一直在狗跳的。你怎么骑在狗上面用狗打打草？对，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像你霍格华兹一只狗跳。这个人直接离开大厅，他一定不去练，他一定回去玩他的。你知道他耳机关掉了吗？圣诞游戏。他现在听得到了。知道。哦，好。他现在听得到了。他现在听得到了。番茄。番茄。番茄。他还是把他冲出门处置了。他要买那个这一套装是吗？等一下，我这一套补装好像没有强化。哦哦，那我换回来嘛。我现在换，我现在换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我们一场应该过不了。没事，我让你过，我让你难过。你还没吃完哦、喔？哎、欸，对耶，我绿色没有满耶，白痴！你，对不起，看错了。我怎样？我想说，怎么会那么快就吃满？我想说，我怎么这次那么幸运，打草都有绿色的鸟？这里怎么还有大象都没放？到底？嗯？天会超难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就很害怕。你看我什么时候主动吃过鸟，对吧？嘴巴闭闭。好吃，我吃。安妮的好吃。看到一只暴鳞在飞。沙岩我是真的不熟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它很美，哎。你还能回来吗？好，你等我。啊，你吃的不是白吃？没差啦，没差。你骂我白吃，我要什么？从任务中归来还是重置任务？对，忘记了。好像没差哎、欸，我们因为什么都没做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不记得了。有一个是你不能参加我的任务了、哦，是哪一个？哎、欸，放弃。是我断啦，白痴。对啊，我想说，哎、啊，你那边整个断掉吗？你是网路整个断掉还是什么？直播断掉。不是啊，那我们重来啊。那为什么游戏还在？
没事没事，小事小事。讨厌，偷偷偷我。哎，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嗯，好啊。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是你还有大厅吗？我还在，等我一下，我复制给你。我是不是也要重来啊？白痴了，这个鸟，可恶啦！嗯，从任务中归来是不是？你现在从任务中归来就好啦。如果要进你的，要从那个重置任务。我进你的大厅，对不对？嗯，给你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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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啦，我换公主光。强化。刚好卡到闪子，看一下。现在是不是好了？嗨，嗨，接任务，我要捕获，疯了。怎么了？这个皮肤还是觉得很好笑。怎么单刷啊？怎么可能单刷啦、啊？那只龙在说笑话吗？紫矿主也是有尊严的哎、欸。突袭不见，突袭！嗯？吃鸟，吃鸟！哎，可恶，刚刚都白吃了。东西还在啊，哈！你都是从副营地出来吃哦？嗯，因为顺便拿蜘蛛啊。哦，我不知道这边怎么吃比较顺。我不知道，我要等你精华。怎么吃都不顺。所以这张地图我很难吃满。最好吃的就是橙塞。对啊。左边走一圈，中间稍稍走一下就好。那个哪里也是啊？有海豚的那张。密林啊，你又没有海豚的照片。我很多照片都没有啊。比如你的。大鼻骨，哎呦，跳，笨狗，笨狗，喂，这是
只狗是特别胖是吗？为什么它上不去啊？等一下，哎呀，你看它的样子应该很明显了吧？那么圆，那么肥，那么软烂。谁在生气啊？真的是啊，冰啊，狂龙了，狂龙了！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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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狗太胖，是那个造型的问题。啊，哪边还有绿鸟啊？让我吃一吃。复营地嘛，可爱的狗屁屁。没申请到冰酒驾可没关系啊，等之后他开放出来给大家拿，肯定会有的。嗯，没事，没有的话没关系，看看你的影片。但对，没有的话就看我的。好坏哦，虽然他什么？嗯，你想说什么？但他只放一开始而已。我想说什么？我还能说什么？你还能怎样？你还要我怎样？这两只鸟在哪里？怎么还不满呢、啊？天哪！我是大概差两个呢。嗯。嗯。我好像第一次走这里。嗯，飞走了。我橘的和绿的都没吃满口。哦，橘的满了，那、啊、我们上吧。好的。绿的就这样吧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吃个肉肉。肉嘞？你是忘记想宠位置，好烦。就在中间呐、啊。哎、欸，他看到我了，好诶、欸！我天哪，我找不到别的绿鸟了，是这样吗？嗯。哇，两次啊，好像是。哇哇哇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嗨呀！哇，你现在是狂龙症失败的状态。对，被那个大鼻骨吼出来的狂龙症。他这是干嘛？他冲吗？他要干嘛？大回旋！喂！哎呀，等一下！哦，傻眼！他不给机会，天哪！哇哇！大回旋吗？是什么？他眼睛瞎了。他本来是大回旋，是不是？嗯。
么了？他要被抄了吗？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快上，快上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那你快给我刀吧。我带去隔壁啦。哎、欸，千人龙哎、欸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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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在哪？拿手汗。Go go。他头埋进去了，笑死！啊，他在集气，可恶！对不对？你爱的是钢筋，不是繁星。所以我叫钢筋没错吧？好呀，我以为你死了。我？我被换那个少界塔。哦。我以为你死掉了。少界塔。啊！天哪，天哪！给个机会啊，天慧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跌倒了？把他拉下跌倒要讲呢、欸，把他拉下来啊！中毒嘞！嗯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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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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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走了吗？他走了。拜拜，捡东西。千忍龙的破刃，这边才是他的。打到一下掉超多血，真的耶，可怕耶。喝一口烧水。你看，我连秘药、祖传的秘药都拿出来了。你们从来没见过安妮吃秘药吧？第一次啊，奎义克服的天会有牌面。喂，喂，喂鞋，断尾啦！断了，哇，好棒哦！天哪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先挖。我们该不会一次就过了吧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奎义，奎义爆炸，奎义爆炸！哇哇哇哇哇！没事没事，还记得那只对？哦，我靠，这么套啊！他回来啊！他回来啊！袭击哦，袭击哦！不，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空袭哦！他袭击！哇！天哪！不是他怎么先是在？哇，这个女生。掉到不见了，掉到不，哎、欸，安妮，哎、欸，你断了、欸，你听不到我是吗？对你离开，你离开了，完蛋，啊，我 DC 还在吗？还在，啊。可是已经打了50%了耶，我们要试试看分开打吗？哦，好啊。不是，我真的不行。等一下，我想说话，等一下。啊！不要！嗯，惨了！天，救命啊！我的妈耶，这什么？喵喵喵！救我！啊！
白痴，我出现通讯错误啦。好，对，可是还是可以打吧？对。啊、哦，我今天网络不稳定，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发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啊，我连电锯都打不开，他一直疯狂攻击，天哪！哇哇哇！哇，我的天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没体力，我现在是没有体力的状态，我。我走嘛，我走还不行，等一下哦。打不开电锯，天哪！我只剩翻滚的。又搭飞离。哇！啊！妈呀！我的天！对不起。我走还不行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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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啦！啊！对不起！不要再打我了。没了没了。哎、欸，挖尾巴，繁星。哦，对耶。先挖。都不愧是你，还记得哎。这样。切，这只是天尾龙的尾巴。完蛋了啦！这怎么打得赢？我电锯又打不开耶、欸、什么意思？好像是说还没开就一直跑、嗯、这样子。对，他就没有机会，他没有给我空档可以在那边嘟嘟开电锯。啊！我觉得我竟然能打过他，才见鬼嘞！两口对不对？哎，一口吗？你怎么跌倒了，小笨蛋？哎呦，跌倒没打到，转太多圈了吧？刚吃完哎、欸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愉悦，真是愉悦啊！怎么打？不是，这知道怎么打？拿青弩打，我不要。我要打过他。先让我开电锯好不好？我们公平一点嘛！我没有武器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别啊！啊，不要！这它是可以录下来用的吗？不要吧！我追不到他的胸，哎！你怎么又要爆炸了呀？天哪！大飞的又是什么？啊！这是人可以打的东西吗？我下掉！哇！哎、欸，打不到我！哇！你再帮我配，有剩一猫了、欸！我是在消耗硬化药的、欸，哎，天啊！卡了，哎，他是被我叫卡的吧？天哪！我们跟他
能耗的五十分钟把它耗赢吗？我觉得我会先出来啊。这个不可爱了，天慧龙。哇！我死出来了，我死出来了。你死出来了？对。你慢慢磨哈。不是以为完美剑切，让他多转了几圈，哎。哇天哪，头还不位了，完成一个任务报告。哎呦，哎，这不算，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啊！天哪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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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妈妈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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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有鬼呀、啊，这条龙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把它磨死！可恶！怎么又大飞你？我呀！来去看你直播，来去看安妮直播。起来呀！天哪，起不来呀！这到底是什么招式？为什么我起不来？啊！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气不气？白痴，你这么大一只的、啊，可恶！我要狗狗，我要没有血了。哎、欸、嘿，瞎了吧？你不是还很亏吗？能有一只狗？对啊。要去找姐姐们。完蛋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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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一下，打一下，打一下。等一下啦，不要那么小气，古龙哎、欸，不要那么小气嘛！哇啊！贪心，贪心啊！想死出来了吗？那第一猫，你才第一猫！天哪，你撑住！磨得死吧，应该。吃好吃的。别打！我的回合咯，天慧。啊！你的回合，你的回合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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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痛啊？
吸不到他的胸哎，可惜。哎，去到了，去到了，天哪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大家20%。大招，大招。有用啊，有用！哎，怎么了？我说骂脏话有用？没有，他刚刚袭击我，直接拉回归球。笑死，好丢人啊！可是我好害怕。活下去，对啊，嗨牛肉汤，哎，你关台了吧？我怎么又死了？对，我先打魔物，想打完了再去上课。你知道剪片？这超难打的耶。对，要剪片，哎。怎么又大飞里啊？天哪，哇，白痴。到底哇，他给拉翔虫都不给拉耶，他天哪天哪，你疯了吧。对，你下来，哈哈，下不来吧？这是哪里了？好，回旋对不对？我都知道。啊啊！不要不要！我一克服没有，没办法吸血哈！哎呀，小文怎么一直没有？刚心。超龙吗？算了算了算了。
倒了吗？啊！机会，机会，安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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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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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打够了，繁星。哼。喝了什么？这一场啊？我打了28分钟，天哪！哎，更新好吗 ？YYTS。啊、哦，逃跑，逃跑可耻，但是有用。天哪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这么大！刚新好伙伴，真的破魁玉要5颗啊！这要打5场至少。Oh my god！感谢感�些小小送出的5个会员，哇哦小天才、啊！他其实好像不贪的话是可以的，就是会打很慢。破魁玉，这个哦，这个天慧龙级的破魁玉，第一次这样打算快了，哎。脸黑就是5场，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有可能超过1场哦？超过1颗哦？感谢小伟的5份赠品，谢谢。白痴，白送你。哎、欸，我其实他这个不是早上就更新了吗？我其实有看其他人打一下，真的。打很久了，所以开始之前我不是就跟你说走了，去被龙打了。我知道啊，不能是番茄啊。都番茄啊，真的是，哎呦！如果双狗加盟友可能会在20分钟以内。他说你还不是我？欸、但是安妮不是我。太刀是最难打，因为毕竟你要跟他拼他的动作啊，他招式都那么多，那么快，那么我在跟他拼啊，拼不赢啊，哎。而且他会有很多假动作、欸，我发现。这套做完哦，来看一下。喝药，这是什么？容器转换是什么？属性耐性值归零，转换成武器的属性值。属性耐性值，像属性的防御，属性双刀用的吗？对。龙耐性。你是说这套是？哦，那我是说这套是双刀用的吗？容器转换。我们竟然过了！天哪！哎、欸，没有钢筋和吃满鸟真的不行哎。其实我前面那一猫是。贪了就贪了一下下就没了，一下都不能贪，一小下都不能贪，稍稍一贪就没了。啊，所以他没有新的武器吗？还是超能斧没了？哎哎哎哎哎哎！哎哎哎，你还好吗？嗯，不太好。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。我狂龙阵都失败了。哎呀！
看我吧。哎呀，跟他拼 GP 哦！天哪，他就很难呐、啊，他动作很多哎、欸，拼不赢啊！他动作太新了。安武安安，力量解放，看看哦。所以他没有新的武器吗？新天会？啊、哦，他是哪一件装给的？嗯，超会心。要去当魔法小天才了吗？哎，我在想我的网络今天是不是又开始搞事啊？昨天那么顺。对啊，你昨天很棒耶，可以坚持一下吗？昨天是那个什么，那网络公司刚来过之后就开台，好像是他一天都撑不过是吧？今天卡了两三次，真的。奎义克服了都没有，奎义侠龙不是有？哦，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啊，后面都没有武器了。不是武器，对对对。龙气转化和龙气活化配在一起玩龙血。哎，所以装饰品你们有人开出来了吗？他有出什么厉害的装饰品了吗？哇，你的姐妹花疯狂在吹！啊，你就不拿笛子帮我吹？我不会玩笛。哎、欸，完了！哎、欸，再见，再见。跟你说件事情，哎、欸，请说。你单刷过了是不是？你用带咳嗽单刷过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骗手贱喽！你又买了一只狗狗，我快……哇，有钱人呢、欸！厉害了，出了若特二的珠子哦，哇！可是若特二好像，我比较想要看破二或者攻击二，若特二就还好。你要打吗？你打过了吗？还没。我死出来啦。要再一次吗？你要吗？我是没差啦。你等一下还要去学校不是？对。对啊，还是你要提前关。可能。那我先到这边好了。对啊。你下次或者私下再来打。可以啊，可能。可以啊。一个月后吧。啊、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跟到二百？他们说201还是多少有刚新珠子？因为你短时间不会从学校离开啦、啊，但是魔物应该还是会要玩。嗯，私下嘛。我想要更新 4.0 的装备。好。嗯。你再救我啊。好。我去搬救兵。我先来收一收。你要搬救兵了吗？对。他们兔窝有人打过了吗？一定有的啊。肯定的吧，五只呆咳嗽哎、欸，五只，这狗太好笑了吧！现在啊，等你啊，我现在关台啊。好啊，嗯嗯，好啦，等一下进来陪我打吧。哎，不是，奇怪，我私下单刷。炫虎龙那些其实都很顺，他动作太多了。
GP 完之后，还是他不能 GP， 他要用那个啊金刚连斧啊。因为我刚刚其实有换一下金刚连斧，可是刚换的过程中马上死掉啊。你待会有人要打吗？我本来以为是可以有点回转去啊你那。等一下哦，好，他们好像不在了，那我改天再打好了。而且我今天有稍微调了一下那个视角了。有觉得有点不习惯欸，就是你看我视角其实有拉大，然后再是只要锁到魔物的时候，它其实会有点微飘到那个半空中。再试一场，不行就行就关台，不行就关台，就是要关台。这个吧。而且今天要早起床。我刚其实真的以为你说男人跟你说一件事情，我单刷过了。哇，太强了吧！还有什么你不会的东西？没事，我是狗狗囤积盾爆发作了。哇，所以你现在几只号？三只号哦。快点推番茄，而且该买个号了啦。不要啊！啊，你去哪里了？嗯？你等了。我刚刚结束之后，我去肚子突然很痛，我去上个厕所啊。会讲哦。嗯，可是你们还在开啊。讲啊，就讲说你去拉肚子啊。那你拉很久了欸。也没有啊，我刚中途就回来了、啊。在你第一次断线的时候。
哪里呆就补，哪里是呆就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哎哎哎哎！嗯，姐姐还是屈服了，要去玩霍格沃兹的。好扯哦！对啊，不骗我，我现在才可以下载。
天哪、啊！两次撞墙机会都没啦。看不见，看不见。Gracias.
欸，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太难打啦！你还在萝卜、喔？在啊，摆个摊，然后不知道干嘛。练等啊。你还要玩吗？不是啊，安妮还在找你玩啊。我知道，我会去练啊。好、oh. 啊，现在应该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安妮，他等级起来了。我去当活动任务吧。我什么活动任务？一大堆活动任务都没打、啊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啊，我尾巴没挖。
屁呗。他要我死，他要我死，他想要我死。哎，这手剑！棺材，棺材。哎，我这边关台啦，不行了，我等一下去休息。啊，难打、欸。伪劣徽章灭。笑死！好，把你们带去姐姐那吧。那个骗人的姐姐，望月还在哦。好啦，各位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明天早上要去建设，然后还要去弄，哎，应该去弄信用卡的东西吧，不然Steam上的游戏都不能买，哎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拜拜。